大家好，我是鸡大宝，一名优秀的宠粉狂魔。大家好，我是太美。今天怎么说？今天挑战只搜一所房子吃鸡，落地后只能选择一栋房子搜索物资，随后就不能搜物资了，当然也不能舔包和舔空投。哇，这个挑战有点难啊，就一栋房子能舔住的东西可不多。唉，难是难了点，没办法，谁让我是宠粉狂魔呢？我可爱的小粉丝们说什么我就做什么。话不多说，赶紧开始挑战吧。既然只能搜一栋房子，那肯定是选资源比较丰富的仓库了。哎，人不少嘛，啥也别说了，祝你好运。唉，我太难了。落地只有一个锅，这么惨的吗？其他人也差不多落地了，没办法了，只能硬上了。我一锅一个小朋友。可怜的娃，人家都捡到枪了。我和你拼了，吃我一锅。漂亮，先把这家伙补了，拿到 98K 再说。不好，还有人。这个小龙虾似乎没看到你。不管，那 98K 要紧。哎，他发现你了。啊，吃我一锅。我的妈呀，这血量，福大命大，福大命大。赶紧捡枪，捡到枪我进门又是一条好汉了。小伙计刚落地吧，运气不是很好哦。苏湖开局一个锅，现在我应有尽有，这边人都清完了，可以好好恢复一下了。一栋仓库下来还是不错的，大盘鸡和野牛，还有一个六倍镜，药也不少，我觉得可以。前面在打架，来来来，咱们过去劝架。看到一个跑过去了，还有个在舔包，在跑的有掩体不好处理，就不打了，先把舔包的搞了，直接补掉，战场可是无情的。还有一个，直接安排。有个铁憨憨在舔空投，哎，看我的超强压枪！哎，谁打我？小老弟，你惹错人了。现在场上还有三个人，安全区域刷在山上，我们直接去占领高地。背景在手上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又看到一个小瓜皮，开走下一个，现在就只剩一个了。哎呦，你被发现了！先退回来稳一波。天谴圈，看来要从上面绕过去了。哎，我看到他了。这啊哈哈，精彩精彩，你可真是个秀儿。这鸡屁股吃的，我上哪儿说理去啊？大宝心里苦，大家赶快留言安慰一下大宝吧，多谢了，么么哒。